Hello， 大家好。今天刮这一张乐刮2000刮刮乐，每张售价新台币200元，头奖奖金有100万元哦。哦，然后有超过150000个2000元含以上的奖项。这次挑选的尾数是16号，号码是12146104612146106。希望这个号码可以中大奖。玩法说明在这里哦，非常的简单，任一个您的号码对中幸运号码，即得该号码对应的奖金，或者刮出这个钱袋的符号呢，即可得到奖金2000元。好，马上来开刮吧。开刮刮区在这边，这边都没得刮，这也是不能刮的，所以只有这里而已。好，把它放大，这一款之前也是有刮过，去年也是有出过类似款啊。好，来来来，马上来刮出幸运号码，这是条码，希望这个条码是幸运条码，希望这可以中奖啊。来，幸运号码是2023，跟多少？2023跟27，2023、27，来，马上来开刮，有没有2023、27啊？你的号码10，没有，再来14，也没有，还有吗？24，对吧？要2023、27才有。2430都没有啊，这如果是20该有多好。再来26没有，还是没有。再来慢慢的往下刮，18没有，这张中奖率不是很高啊，不过刮刮的就这样子，管它中奖率高低，会中奖就是会中奖，不会中奖，中奖率再高也不会中奖啊！好像在说废话，对不对？要跳到中奖了才会中奖。25还是没有，哇，已经快刮完了，莫非这张又是公益了吗？不会吧，来吧来吧，有个 O W， 哎，有没有 T 啊？应该中了200回本吧 ？T 吗？有个 T 吗？28没有啊！靠，这里有个哇，刚开始说靠着这边刮。对不对？要这个靠这边刮，这张看来是没有了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要靠着这边刮，刮刮刮，都是乌龟了啦。没错，应该是没中的，是 I 啊，没有 T， 所以把它刮完吧。没中，又没中了。2023、27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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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都没有。乌龟代码在这里 ，I O W I O W。所以又乌龟又做公益了，哎，这如果是 T 至少回本，我是 I 算了，不用看了，就是公益啦，做了公益的公益彩券了。好，做个总结吧。这张售价新台币200元的乐刮2000刮刮乐，尾数46号，宣告杠估，做了200块的公益喽。那就谢谢大家观赏，再见喽，拜拜。